行，等于海邦做总科长，唔难呢。伊阁拖伊张哦，改做伊等于海邦做伊特别助理啊。阿姨哦，是气到已经甲伊张赶出去啊。嗯。啊，进前阿元唔是讲要想办法留伫个海邦，啊，甲咱斗三工探听消息。啊，不得卡这是伊好意啊，阿婆叫我哪会当误会伊啦。特别助理这个职务哦，是偌重要，你敢知？吴新平若讲无相当的信任阿元。根本就无可能靠阿元来担任这款重要职务。阿，你的意思是讲，阿元真正去给吴新平买手气哦？嘿，真有可能。不对，不管伊张是毋是真正去给吴新平买手气，我希望你甲芊芊的感情莫受到这件代志影响。这我知影，芊芊是芊芊，伊张是伊张，我会分清楚的。文玲若知影哦，伊一定会最伤心的啦。啊，若安尼哦，都麻烦啊。这闹什么闹麻烦？万一啦，若讲真是去予文玲拄着，安尼点都好啊。予伊看清楚阿成的做人，予彻底，予文玲失笑。爸，是讲你到底将文玲藏在底，伊即摆人安怎？阮敢免去看？恁两个想要去看，啊！万一文玲来问恁讲阿成的代志，恁敢知影要安怎回答文玲这个问题，才袂去让文玲受到刺激？文玲诶，即摆已经完全清醒，只要恁两个若知影讲文玲即摆平安无代志，安尼就好。伊若较稳定，我自然会出来等来厝。啊，其他的问题恁莫问遐多，即摆咱公司的股票落价落了安怎？应该差不多15块左右啦，所有股东已经拢袂稳了。我相信吴新平哦，应该是无得阁急点点，最近应该有动作出来。哦，阿英啊，哦，你阁不止遐敖呢。手落过油哦，规枝啊花草呢，安尼青青菜菜豆豆炸炸，就炒个遐水哦。你不只搞炒，哪有啦？啊，一顿炒搞笑嘞。啊，若真正要看艺术品吼，你就要去看阮迄个插花老师伊插，大部分拢足水的啦。哦，你唔免阁谦虚，干那你这几步吼，我一世人都学袂晓啦。你看，毋捌看过高丽菜影会当当花插啦。丽珍啊，啊，这个主题吼叫做花团锦簇，是有心啊，哎，有影都澎湃，有点感觉。妈，对啊，哎呦，恁太太啊，好叫来啊，你看，你看恁老母炒这盆菜有够水的啦，来，坐来坐来，你看，有水无？你看，有人啊，啊，你啥面相遐歹？哎，无心的人是不受气呢。世尊啊，是不是你？你啊抓玉兰不欢喜啊？哎妈，我是标准的新好男人呢。你莫大概玉兰心情不好，就落来我家。不是你，佮有啥通抓阮新妇不欢喜啊？哎，大
巴肚真艰苦呢。啊，伊有诶是双生啊呢，你嘛事事行行甲忍耐诶。妈，真正甲细准无关系啦。是我今日伫咧公司甲阿成冤家，心情真无好。哈？阿成？阿成哪会走来公司甲你冤家？妈，吴新平甲阿成哦，因讲好啊啦，伊即马倒去海邦啊做总计查。啥？阿成倒去新平个身躯边啊？啊，那咧我？阿英啊，事实摆伫眼前呢，这对吴新平来讲吼，你阁安怎样做？我都比因家国较重要啦，啊！玲子啊，较坚强的啦，唔好乌心平看你衰歹啦，伊阁当作你无伊，真正袂使咧。世尊，你陪我来找乌心平，无论安怎，今仔日我一定要叫伊将离婚协议书签给我。有一句话，我唔知应不应该讲。哎，子怡怎啊？啊，拢是家己人，有啥物话明讲咧？那咧我就无客气咯，大伟。阿成好坏，嘛是你家己的亲生后生咧。今摆既然啊转来你的身躯边，要甲你斗相共，搁再安怎讲咧？总经理这个位置，嘛应该互伊坐啊。伊伫去互你姚金忠霸掉咧，我实在是感觉足无道理的。水船姐啦，这话别安尼讲啦。海邦这個天下吼，是姚总帮着阮道上捧的，而且伊对业务较熟，阮道上会信任伊为伊的道理啦。总经理这個位置本来就应该让伊做，何况是我家己唔好，进前安尼三心两意，道上唔相信我，我是应该。哎，阿兴，无这个代志。人讲啊，钱爱亲手来，囝爱亲爸生。你是我的后生，啊，我无相信，要相信什么人？啊，你既然要相信阿成，就应该扶持做总经理。哎，我愿意啊，全力来支持，帮伊呢，拼一番啊成绩出来。嗯，免着急，非得姚金忠迄个位啊，搁坐也无外久。你想哪讲咧？子怡啊，我拄则有讲过，我甲你当作家己人，所以才要甲你讲一挂心内话。我本来就无打算要长期经营海邦，等我甲海邦的资金转投资于别个所在时阵，留一个空壳的海邦，可以负责收尾兼砌下床。你想，啊，这个工课？甘明华先做先。嘿，大，你这招确实厉害，佩服佩服。等下，阿元啊，啊你不是讲要较早回去陪恁某食饭嘞？啊！那一个面敢那坚呢，你搁走来？唉，恶车业主啦，无法可治啦。啊！伊反对讲哦，我对你啦，搁甲我赶出来。好，恁某赶出来，啊！你嘛真无路用。恁某赶你出来，啊！你着乖乖啊出来。啊！你免反倒转来，换你甲赶出去是毋？就是啊，伊开始讲这尼啊假笑呢，哎，你着甲巴巴扇扇、站站揽揽的。看伊敢搁唱酒哦！啊，你是讲煞袂啦。人当然是教我讲哦，疼某是大丈夫啦，啊，拍某是猪狗牛啦。哎，你是爱我甲你同款哦，做猪狗牛哦。嗯。等下啊，啊，我过去给阮某赶出来哦，是为了天恩啊，甲天少连当的呢。我即摆哦，已经是有路无处啊。你嘛应该哦，替我想一下办法，甲我找一个所在划大落来。无安尼啦，咱之前去租迄间厝吼，租约还袂到，
无，你暂时去遐住，吼。好，好，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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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是你。子玲啊，你回来了。来，遐坐，遐坐啦。天姐啊，我是要来你签离婚协议书的。你爱的人若不是阮，谁舍得爱阮？深深思念你，我对你情绵绵，不知是苦也是甜。我心平，玲玲啊，你回来了。遐坐遐坐啦，天姐啊，我是要来你签离婚协议书的。何新平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这离婚协议书，假使你若是阁不爱签，我明仔只好去法院诉请离婚。真冷啊，你敢不爱阁考虑一下？王邦雄有伫法院申请假考啊。就算我即摆同意甲你离婚，也无法度甲股份过互你。啊，即摆签字嘛无路用啊！我即摆要爱，是马上甲你离婚。啊，若是海邦的股份，我会等到你会用处理的时阵，再阁转移给我。真灵啊！我多少？敢讲你到即摆也唔敢甲伊离婚啊？哎，你真正答应我，要将卡上借来台湾，为我人做鬼种的代志。唔得，你教我会山水啊！阿成啊，人做鬼装，这个代志这么重要，我哪有可能骗你啊？来，你即马给我丢丢啥？送你去媳妇，妈，安尼初步离婚手续算是办好啊。从今以后，你就甲这前生无任何关系。恭喜！我心平，我总算和你气掉。失去心爱人的滋味啊！吼，文玲啊，你较好心一点啊啦，把药仔食落去啦，吼，乖吼，来。我病已经好啊，无需要食药啊。医生有吩咐，你哦都要继续食药啊，这就表示你的病还无完全好啦。食药啊，爱照食照吃，安尼身体才有较紧恢复。你莫让这么多人替你烦恼嘛，吼，乖啦，吼，乖查某囝，来。你爱我食药会用的，啊，不过你要老实甲我讲，阿成即马到底伫咧倒位？妈。你老实跟我讲啊！阿成已经死了，阿成真正已经死了。
我是在想阮妈妈，甲阮永伯，因两个阿伯一世人啊，想袂到从几辈，啊是离婚做结局。你若无爱往好的方面去想啦，亲像吴成平迄种人哦，恁妈会当离开伊啊，算起来嘛是个福气啊。 阮妈妈一定艰苦真久，艰苦是一定会啊，也毋过总是会过去啊，你就毋免伤过替伊烦恼啊。也毋过你哦，应该加用一寡精神哦，烦恼你巴肚内底囡仔，你巴肚内底囡仔哦，是毋是应该生落来？到即马哦，拢无一个较科学结论啊，我逐工也会想着，暗时啊就烦恼较困袂去，你敢知影？ 是嘞啦，我真正足想要把这两个囡仔生下来，所以我无法度顾虑到你的感受。无要紧啦，我嘛足想要做两个囡仔爸爸，也毋过啊，我更加希望你当平安无代志。所以咱明仔载去病院找咧妇产科啊、甲心脏科医生来回诊一下，看这囡仔到底是毋是会当生下来，安尼好无？ 你唔免烦恼啦，我相信现代医生的医术，我更加有自信，会当把这两囡仔平安生下来。上重要的是，让你爸爸伊保庇。回来，来遮啦。安尼呢，这个时阵来啦。哦。 我就来附近哦办一挂代志，顺续来敲门讲啊。阿门讲出去啊，我想念着倒转来，阿无你遮济，我来敲电话看伊人即摆伫倒位。哦，免啦，阿伯，嗯，我吼因为人送出侪水果来育幼院，所以我想要早一挂来，互你甲阿姆食啦。哈哈，是安尼啊，好啦，来，再见啦。哎，安尼我都爱帮门讲福气，啊，我无客气，甲你收下。 哎，慧云啊，我看你甲文广的感情哦，已经稳定落来。啊，什么时阵要让文广娶过门，娶外媳妇啊？阿伯，最近发生这么侪代志，文广伤心拢袂赴啊，哪有时间去想家啦？文广伤心，还是什么代志了伤心？海邦的危机，文林自杀。 文广吼，伊感觉这是伊无尽到伊的责任，该防的无防。我从来冇看过文广这样伤心。是讲吼，阿伯，阿文你即摆状况安怎？敢有较好？文林已经精神啊啦，只要若继续食药啊，调养一段时间咯，应该是平安无代志啦。 我一直叫文广，找我去看文玲，啊，毋过伊讲阿伯本子大人去看伊。既然即摆文玲已经精神啊，我敢会当去看伊。嗯，这吼，我是惊讲阿成哦，过来叫了文玲啦。啊，恁拢故意人，未甘要阿成甲恁告情，你一定会讲哦，文玲到底什么所在？ 人咧讲啦，一声毋知哦，百行无代，听我减少足侪麻烦的。嗯，阿伯，你即款的安排上好啦，安尼吼会当互本人好好啊静养，嘛会当减少大家人的心理负担。嗯，阿伯，你用心吼，我会甲阮讲讲的。好，来，啉茶啦。 哎，爸，哎，你等下。嗯。其实我早就约定啊啦，我若看你啊，骂二娘，看恁的面色哦，我也知影不恁应该无啥要紧啊。哎，是讲慧文，你应该无趁我无伫的时阵，伫阮爸面头前讲我的歹话啦吼。我哪有？好啊啦，莫搁甲创治啦，啊，这点哦，我通我证明。慧文伫我的面头前哦，拢咧甲你学咯。文哥，你会当交一位吼、哦？
安尼定来咧替你讲好话，女朋友，这是你的福气哦。哎，我看哦，等阿文玲完全稳定落来，我来看一个好日啦，啊，请大家来啉杯酒。啊？爸，将惠文带你们哦，其实我早就咧拍算啦。啊，等公司的代志哦，有一个交代，我会请你来主持婚礼啦。安尼好，阿丽啦，别人哦像你这个岁哦，老爸已经做第二年嘛。啊，我无甲你催哦，唔是表示讲哦，我无咧急。龙啊，我等你通知啊。不用啦，等下老大家讲，好，阿丽开讲，阿我来走卡，阿我水果来谢谢，好。爸辛苦了啊。慧文，坐啦。文公，我就心疼你诶，有遐尔关心你诶爸爸妈妈，还佫遐尔侪遐尔姊妹，恁大家人哦相处较足好诶。心疼哦。啊无，等你嫁互我做某，我诶爸爸妈妈遐尔姊妹就会当分互你一半。慧文，我一点仔时间啊。等我替阮爸将公司讨回来了后，你就嫁我，真正做王文公的某。阮公司投资天母百货，预定今年年底完工，开始招商应聘啊，将来商机无限啊。啊，若亚太通信部分啊，预定今年的成长率15%。啊，若是生化科技的部分啊，阮公司第一季接单是全国第一，其他种种的应聘拢真正常。我只有准备一寡资料，稍等下各位会当提供伊做参考。绝对不是亲像外界所谣传的，讲我拍算要把海邦掏空。我当处长，敢会当请你说明一下，你到底是安怎摕到王邦雄的股份的？敢真是亲像伊所讲的安尼，是伪造文书所得到的？关于这个问题，已经进入司法程序，我无方便回答。我当处长，有一寡新闻杂志报道，你在20多年前涉嫌当时三杰抗日。当处长江海底的谋杀，请说明一下。这个案件无证无，他说我若真正涉嫌杀害江海底，哪有可能逍遥法外？这种谣言根本就是不攻自破。我昨昏哦，已经甲王新平办好离婚的手续啊，所以即马开始，我已经甲伊无任何的关系啊。世间的代志哦，一切拢是无常啊，缘起缘灭，无得到你甲新平遐缘分哦，已经尽啊啦，你小较开。小芬啊，应该安尼讲才对。阿英姐啊，欠吴新平一口人，伊的债已经还清了，唔才有法度离开迄只鬼，这是阿英姐的福气。我讲的拢是事实啦，啊！你目睭安尼结甲大蕊安尼硬哦，你加紧做。啊！人阿英姐啊离婚哦，都已经足艰苦啊，啊！你搁讲这话咧甲口舌。安怎？歹势呢？你有通来讲，应该是我甲你下死的才对啦。我下死的，是安怎？我本来是想讲吼，我甲吴世平离婚了，会用甲摕一半的股份转来害你。啊！世尊甲我讲，即马拢去互法院冻结啦，所以我无法度马上害你啦。安姐，你若通安尼讲，你有这个心哦，我都唔知要哪感谢你。那堂哥，什么讲什么回事嘞？安姐啊，啊时间嘛差不多啊，就无法度阁继续陪你啊。我吼爱甲桂莲换班啦。哦，
啊，无安尼啦，我甲你同齐来看文玲，好不好？哎，有无？哎，这是安尼啦。啊，文玲即马吼，哎，即马变成植物人啦。啊，我想讲，你若去看伊哦，加看去，加伤心的，你莫去好啦。我毋知要讲啥才好。总共一句啦，这一切吼，拢是乌心病害的啦。歹势啦，我先来转啦，吼。歹势，秘书咧赶人客咧，歹势，同你讲啦。欧阳，快就来啦，好。歹势呢，别别啦，你慢讲。阿雄啊，啊，本来明明都无遐严重。你是安怎连阿英姐都被骗啊？阿英姐的人好骗，我唔才甲骗。也若无，那会去乌心病一个人哦，骗一世人。啊，搁再讲，文玲的代志若去互知哦，紧抓办啦，会憋空，啊，咱嘛加烦恼的。啊，你嘛。这个乌心病所讲的，根本拢是白扯。根据我了解，天母百货公司的工程哦，有偷工减料嫌疑。想在年底要完工、要营业，根本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就是讲啊，那是阿台部分哦，我是实际负责营运的执行长。即马哦，已经阿刚去做经理，啊，责任的执行长对阿台网络通信完全是外行，根本就无得推动营运。佮讲啥，明年就要开始运作，这根本嘛是无可能的代志。而且咧，新化科技的业务顶头，即我有看过啊。第一季的订单确实是全国第一无毋对，啊，不过自从吴新平做董事长了后，根本连第二季的订单都提无。伊阁好意思在记者面头前臭屁讲伊的成就安怎安怎。不过，我感觉咱有这个必要，甲这真相通知所有大股东会知影，来做伙来挽救海邦一届危机。是啊，这代志哦，关系到所有股东的权益。我相信大家股东哦，拢会支持咱这对。我知应该安怎做啊。你来杜姑啦，文玲哦，坚持要去看阿雄啦。我予伊乱到规暝都无法度睏，哎，拄则食药啊才睏去，我着走来遮眠一下咧。哎，那安尼啦。啊，你睏眠无够哦，身体嘛爱顾啦。我有炖鸡汤，你加减啊食一点。啊，你等下哦，先去睏啦。文玲，我来顾。不然这种情形，我哪会睏得起啦？阿雄啊，我知影你是为着阮玲好啦，要不过明日一直骗落去啊，爱情嘛精神状况都明日受灵花打击，咱就干哪样哩？让伊迁就伊，啊，等伊的病完全好起来，伊就知影咱的用心啊嘛。我当然嘛是愿意支持啦，要不过绝对袂用让伊去找阿雄，这点。恁两个一定要坚持啊！我林小姐，我林小姐，你来得注意啦！你来得注意啦！文玲，文玲，你是不是错了？文玲，你今晚什么运动？爸，我要去看阿雄，我要去看阿雄啦！我不是跟你讲过，阿雄真死啊！你是要倒看伊？都这一死啊，我们都看到伊的尸体啊！哎呦，文玲啊！你较冷静，阿雄的后事啊已经办妥。尸体已经火葬，搁豆腐送转日本，你是要打怪啦？爸，我连阿贤最后一面我拢还没看到，你哪会安做？你哪会安做啦？乖乖。哎，文玲啊，文玲你乖吼，安尼好不？等你的病完全好起来，妈妈就陪你去日本看阿贤。好，对啦对啦。阿贤已经死啊。不管我在这世间有什么意义，我们再见，文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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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是在创啥？你这尼啊唔捌代志，伫你的爸母面头前要行地了，你甲你活袂落去，嘛叫阮这爸母跟你活袂落去先。他们拼了。对哦，唔是为了工作，才委曲求全，跟在阿先生身边的。嗯，我同意原来的看法啦。当初是院长国庆兜跟爸爸讲，伊想要继续留伫海邦，替阮爸爸看头看尾，继续提供爸爸公司内部的消息，希望伊卖误会。我想哦，一定是你误会伊啊。那安尼，伊能讲妈妈解释得清楚啊？是安怎袂讲出伊的想法嘞？我看哦，伊根本就是见利忘义。我对阮爸是足失望。哎，人咧讲哦，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啊，你有够无意思的咧，啊，常来批评恁老爸。姨娘，我想哦，你一定是有目的，才甲阿新款人做伙，对无？你也是文章较了解我，啊，我是有理有明的讲的啦。安尼就是袂见证嘛。莫讲甲安歹听啦，啊，我若用咧讲的吼。我着恁遐尼委屈，啊，互恁这误会我，日子若久吼，你着早讲哦，我所做代志吼，真正对得起我家己良心啦。姨娘，阮是今日哦去互阿成利用，有一寡法律责任，爱你来判啊。乌狗偷食，白狗食多，阮是惊哦，互人来怪人是你。这我知影啦，等我出社会，毋是一两工啊，啊，啥人骗啥人啊，还佫毋知的啦。我再上阮公文哦，你看下。哪会这么侪钱来支出？啊，百货公司什么时阵爱用这么侪工程款啊？你看顶面的名，是不是你本人签的？是啊，啊，不过这个工程款的经验我拢无看到，我若是有看到哦，这么侪钱要支出，我连去找文章参详的啊。这都是问题啦，公文中包公文，暗中各有万，若是小可无注意哦，就去让人偷过手啊！我即马去问欧新平甲彭水泉，看因到底是要比啥斗？没有没有，不用不用，这足简单诶嘛，因超工乌着，过来互恁去跳啊！摕公文互你签，就是表示讲恁知影，恁来负全部诶责任啦。哎，因安尼做，是毋是就叫做五鬼搬运？假使金爷无玉兰知影，玉兰就签字，迄就等于是咱家斗三工，把公司的资金搬出去。这将来哦，
咱是爱负连带责任，这不讲我清楚哪样？无无个，文忠，你也唔通去。你即摆若入去哦，阮就规个拢破功去。乌心平哦，甲彭俊全，就知影讲这个资料嘛，是对庄客查实哦，流出去的。放在心内就好啦。以后若有公文哦，恁在上界看才通签。啊，我随时甲恁联络。想不到欧青平这么大胆，这么紧都有动作。咱个廖总讲家己真巧，会咱知影公司内部的消息。好佳哉，有院长来甲咱提醒，若无咱互人袂去啊，阁要替人算钱。好佳哉，阮爸来甲咱讲。那呢，阮爸伊。青姐，我讲了无唔对，是你误会恁爸爸啦。院长一定是有目的，才愿意对待阿青平身边。你得找一个机会哦，去跟恁爸爸回家洗礼。当然，这礼拜咱的股票落甲青顺顺，大家股东拢哀哀叫呢。我相信这是投资者是死无信心啦。过一阵嘛，应该就无啥问题啊。本来我嘛是安尼想，啊，不过我看这代志无遮单纯，一定是王家挑工，让股票一直落。啊！不过王家伫海邦阁35%的股份，股票一直落，敢讲因拢无影响？较戆的嘛袂安尼做。假使因若真正故意让海邦的股票一直落，死狗因甲海邦摕倒转去，啊不是愈凄惨？这对因来讲有啥物好处？真简单啊，因就是要逼你落台。所以我动作爱较紧呢。啥物动作？哦。我意思是讲，咱动作较紧嘞，哎，反正王文讲，伫咧外口故意放一寡对咱不利的消息，哎，让咱的股东啊，对我有信心。老大，阿文这摆是啥物意思？啊，小小啊一个助理，伊当作伊真正是装客走，竟然走来要来甲我对下。姚总，你想办法。安大遐个董事，甲讲一切拢伫咱个掌握，叫伊免烦恼啊！放心，我来处理。志全，来啦，坐啦。这个要是紧张个，伊有啥物问题啊？唉，公司个股票一直落来，一寡投资者真有意见。哪里是安怎？啊，你个计划要怎进行？动作要较紧嘞，公司的资金要想办法紧转出去。对啦，你准备讲阿元阿是安怎想？以早来讲，百货公司今年款伤过贵，要重新估价。哦，阿元，你本来知影遮个，这一定是阿成的意思。我来找阿成好啊讲一下。这块阿元啊，袂靠的。你找一个精神些的人，好啊，甲我对。我要知影伊伫咱海邦是毋是做内奸，探听海邦的情报，去王阿房去口罩，遐伫咧做报买啊。要找人跟踪阿元，这毋啊简单。一个阿元啊，我无咧烦恼。我上惊的是，伊是毋是甲阿成串通好势？那安尼，公司即个财务的秘密，恐惊会泄露出去。阿成敢是真出卖你？真歹讲，即个阿成啊，背骨背骨的，所以讲防人之心不可无。背骨，哼，啊，这毋是去整着你，真正是好证唔断，歹证唔断。你爱的人，若毋是。写写着爱恨，深深思念你，我对你情绵绵，不知是苦也是甜。文哥，股票落价哦，对咱的损失嘛是袂少呢。
咱着看遐当时吼，是毋是会砍？也毋过乌心病哦，伊是免本钱得着股份，伊免来心疼。哦，伊无感觉，安尼上好。我着是要遐当时吼，互因着急，互因毋甘。互因后悔当阵哦，因支持乌心平做当处长，这嘛算是阮一个家事。我想变真久啦，即个股东吼就会召开临时的股东大会。我若要出席，我要求所有的股东甲董事代支持我，对乌心平哦提出不信任的临时动议。逼乌心平落台。而且我有把握，乌心平离开海邦了后，真紧我都将股票回稳到原来的价钱。你若有信心，安尼就好了。爸，你当阵故意搞生气，讲你无想要伤害遐个董事，其实你就是要逼我出面处理所有问题，对无？其实我想吼，你早就有对付的方法啦，只是你袂用尔。为啥一定爱我出面来解决海邦的代志啊？因为你是我后生啊，我相信你会替我将海邦甲摕倒来。我若是动作伤大了，乌新平一定会封闭。这个人哦，心过可恶，伊认为讲哦，伊一定赢你，所以讲无甲你放在眼内。要若是我，伊对我心过了解，啊，我也无一定赢伊。因为你家己捌讲过啊，我太讲情义啊，永远受伤害是我家己。啊，即马我已经跳出来叫我旁观。我感觉你做了真好啊，爸，你有啥物指示哦？爱提醒我。这我会啦。敢明去看门？爸，这是我去庙祠吼，求了文灵的，你给伊带在心上。文玲已经精神了，伊伫家吵讲要去看阿成，我甲骗讲阿成已经死，伊心肝内也真自责，也想讲要去祭拜阿成。爸，你敢真正无任何一点仔对阿成乐观的考虑？不管阿成要安尼补这段婚姻，我认为讲伤害已经造成。我明个何文玲受这边的伤害，我有通知谢尊来，叫谢尊准备因两个离婚协议书。总共阿成也唔签咧，因是无度离婚的咧。阿成对咱方家的伤害，这是事实，要诉请离婚唔是问题。哎，为了我甲何新平哦是结死缘啦。要做亲家哦，这是无可能的。啊，我也知影讲，你真疼文玲，文玲所爱的人，你拢会尽一切力量去甲维护。杨国文讲，你替因做的代志哦，已经有够多了。文玲这边真无简单，才稳鬼门关倒转来。你这做大兄的人，无应该互恁小妹，搁再受这边的气。我听慧文甲我讲，讲你为了文玲自杀的代志，都在自责。文哥，我无希望你继续来派落这么重的负担。你讲的这我拢知啦，爸。问题是文玲即摆已经清气啊，准讲伊执意伊要找阿成，你会当撑伊偌久？你会当骗伊偌久啦？